娱乐圈近期喜事不断，今年35岁的吴建豪于今早7点在洛杉矶近郊的某五星级饭店迎娶新加坡棕榈油百亿千金31岁的池真善，包括吴建豪的二姐温蒂在内，10多名亲友团前天陆续从台北出发抵美。夫妻俩个性低调，饭店戒备森严，数十名保安四处巡逻，见房客带着灭相机就上前盘查，保安滴水不漏。二姐对弟弟婚事三缄其口，仅说我只是被邀请，他们很重视隐私，不希望被打扰。这场吴建豪与豪门千金的大婚不但保密措施到位，而且花费自然不菲。池真善的家族经营棕榈油事业，身家100亿元，据了解经共150名亲友出席，光婚宴就花7万美元，加上台湾亲友食宿机票，共花约61万元人民币，全由吴建豪买单。除夏亚轩担任婚礼歌手，洪金宝儿子洪天祥从小跟吴建豪一起长大，是少数出席的艺人宾客，亲友都会收到夫妻所拍摄的婚纱相册当伴手礼。此外，吴建豪的父母从小离异，父亲20年前卷入非法吸金潜逃国外，如今追诉期早已过，目前在洛杉矶移民局工作，他也参加了儿子的婚宴。